加强社区村封闭式管理，恢复所有小区卡口设置，实行24小时值守，出入口严格执行测温、查证、验码、登记等防护措施。本小区的居民凭出入证进出小区。对于低风险街道乡镇所辖小区，快递、外卖、家政、装修、搬家、房屋中介等生活服务业人员以及其他外来人员，持北京健康宝未见异常并登记后方可进入。对于中高风险街道乡镇所辖小区，外来人员及车辆禁止进入。